来，先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工作环境。那这边呢是企划部的办公区。然后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的彩德女神。你好，我是 Kenny。 了解，我们继续介绍下一区。这边呢是我们的工程师的工作环境。 突然想到，我婚礼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来参加哦。毕竟我的婚礼不能没有新娘啊。哎，又是你！怎么又是你啊？你脸上是不是有点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有点漂亮啊。哎呀，你还有水满出来了啦！七万。 太棒了，七！让你吃啦！太棒，谢谢。人算特性骚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好喜欢叉烧包。哎哎哎！哇，等等等！不用怕。 帮你买了一份早餐哦，这么好，当然只有你才有。所以啊，这个押金看起来就不太对啊，因为这个全部的加总跟这边的金额看起来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里就没有办法这样，你懂吗？嗯，差不多，可以。 要来我家看猫吗？你家有猫哦？没有，我家没有猫了，开玩笑的。好了，感谢你了，那走喽，大家小心。拜。 好啊，那我等下还想要去A9，想要去看A4，想要去A4看个什么样。好，那我们等下再去啊。好，那大家看完之后，晚餐要吃什么？刚刚我在看你说圣博店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哦对哦，圣博店有了，知道啊，我刚知道。
突然忘记了而已。哎，我想要那个包，还那个新款。这个。最近想买那个。对啊。那个，那多少钱？然后十几万吧。红什么？那个包包十几万。不知道是十几还是二十，要查一下。买来当传家宝是不是？是，对，是传家宝。很好看啊，是不是？好哦。够吧。还行还行，还不错。怎么那么久啊？不好意思，你们电梯坏掉了又跑了。电梯坏掉跑得那么慢，我妈比你快，你知道吗？我妈跑步超快。那你要等很久都冷掉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喝？搞什么东西？啊，你饮料冷掉怎么办？退冰怎么办？啊，滚啊！好，好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的饮料到了。哎，这是你们的饮料。啊，这怎样？它好像破了、欸，好像，这应该就是破掉了吧？我点三杯饮料，怎么给我来一整袋？哎、欸，拜托，手摇杯是在店里面摇吧？你怎么给我在路上摇成这样？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要不然我赔你们三杯好不好？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好好谢谢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谢谢谢谢。让他怎么喝啦？哎，铁观音变成泡沫红茶了啦。小帅哥，过来坐。坐坐坐坐。来，我帮你算算。哦，手蛮嫩的。这条爱情线带到的是。2022年5月28日，你会在这天结婚？怎么可能？5月28日是今天呢、欸。我铁口直断呢、欸，就是今天。你不相信我吗？大 S 上个月才来过，你看他现在，还不快去准备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师傅。薛师傅，非常感谢你帮忙，这点小心意。请收下。啊，贪财贪财。我要去准备结婚的事了，谢谢。